没事，经过我的反复琢磨，不断的学习，已经玩得越来越好了。现在还需要学习一下进阶那个进阶玩法，调整角度 R 两个人 R 三个人，这就是进阶玩法，这属于超级高手范畴，比赛里能打出这种操作的人也寥寥无几。是呀，乔伟肯定是那个呀，乔伟肯定不用说了。确实人群中打出空大也确实，其实人群中打出空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不正常的是一盘游戏中可以有三到四次这样子的操作，一次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六到七次太多了，那把游戏都没开过六次大招，都没开过那么多次大招，感觉这英雄打永恩好像也没那么大优势。我看了一下，永恩有攻速鞋之后叠个小风上来弄两下还是挺好弄的。就你看到这武器把永恩打爆，我就知道这盘游戏稳了。永恩这个英雄劣势是翻不了身的。我来啦，真爽啊，这人头剑的，嚯哟，两个人头入账，美滋滋。看一下小偷往哪跑，哇，这被拽下来了，坏了呀，送了，我被谁拽下来了？被扎克拽下来了。控制好距离，不要让他把我按回去。唉，简单三分。